到 UK 上去，点了几个东西，买了几个东西。我买的其实就是这个 The Ordinary， 因为我最近，我觉得我的包还是要，痘痘还是要治一下。我底下下巴这块经常，会长一点点的那种闭口吧。然后呢，我就是用这个 Dr. Denise Gross 的这个，这个就是两个步骤的这个刷酸的这么一个东西，它打开就是两个小棉片似的。还有买了一个这个白洁露唇精。抗氧化功效主要是清除自由基，抑制脂质氧化，然后减少色素沉淀，保护细胞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叫 Brulee 的这个东西，这个主要的功效就是增强屏障，淡化细纹，增加弹性，促进胶原合成。然后呢，我那天又在 eBay 上买了一个这个叫 Derma Roller， 然后当然我还买了一个，就是一个是酒精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Vitamin C Serum， 就是用完这个之后，还有 Roller Boots， 这是 Boots 上的 Boots 上的东西。我买的也是这个，因为 Cult Beauty 上面没有全部的，所以就只能分着买。但是还好 Boots 都是那个 Free Delivery 嘛。然后我还买了一个 Crave 这个叫洗面的这个东西。稍微有点酸性的，然后还有一个，这个就是它这30%这个刷酸的零，我买的一个是这个2%的透明质酸锦，这个是乳酸锦，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产品的东西太多了的话，真的是有一点晕菜，所以我一共在这个 Cult Beauty 和这个 Boots 上面买了5个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我最爱的这个迪奥的这个金色的这个唇膏，我也是在这个 Boots 上买到了，它居然有货，我当年买了，然后呢，我当时是买了两个这个唇膏，然后当时我本来想买3个，一个这个紫色，一个粉色，还有个红色，结果呢，这个紫色没有货了，刚到柜姐就已经，我当时还在 Phuket 嘛，然后他那个 Central 里面那个柜姐刚到了就给我打电话了，说我已经给你留好了，然后但是这个紫色他们那儿就没有到，没有这个东西，没有这个颜色，只有 sample 试用的那个颜色，所以呢我就没有买到，但是我居然在 Boots 上买到了，我真的是坚持不懈呀，你们来看是不是超美的，就是我的颜色，就是我的颜色，就是我的颜色。我当时买了粉色和红色，真的太美了，这个紫色。我今天要化一个妆，盛装的来试用一下它。所以因为今天要化是紫色嘛，我就化一个稍微棕红一点的。这个 NARS 的这个眼影盘，我真的是超级无敌的推荐。然后这还有镜子，也挺好看的。镜子好看吧，就是看得清楚吧，就是还可以。这个镜子的大小啊，然后整个这个盘，你知道吗？我有的时候出去玩度假，我只带着一个盘的，然后再带一个就是类似于这种，就是这种笔呀、Huda Beauty 啊，或者迪奥的这种亮晶晶的呀，我就只再带这么一个。我的彩妆就是这些了。不会带特别多其他的了，因为你知道这个眼影这个东西，眼影盘这个东西，就是化妆品。你去度假的时候真的还是挺占分量的。我之前说了，我去度假的时候都是带小样，我就会计划一下我大概去几天，然后这些小样我都留着，然后几乎不怎么用，就是买东西赠送的时候几乎不会去用这些小样。完了呢，等到出国度
说想多住两天啊，或者是什么的，到时候你要去抓房，然后你要去买，然后买的时候呢，你就可能买到试用啊，或者是那种小包装 travel size 的那种，等于你这些省的这些小样，就是本来想带着小样出去的，结果没有了，买一个大的，你就白省了嘛。所以我会稍微的多带。其实化妆这个东西就蛮简单的，完了上面就是可以涂一点这个亮片，就是这个亮片，巨亮无比，真的巨亮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涂上一种。小花园里玩了一会儿，他就来过来睡觉了。一边看着我，一边看着妈妈，一边睡觉觉，特别幸福。你知道吗？时常对他很幸福，有点干。我明天一定是来打针。我就只能是把它给刮了，完了结果呢，到了英国就 lock down， 结果做脸的地方就不可以做激光区，为什么可以做脸但是不可以除毛呢？我不明白这个原理。然后就英国人有的时候这个真的是很奇葩，你知道吗？还是这个 Becca 的这个，我一般在家吧就会用这个大盘，赶快把它们用完了，真的是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之前我也是特想买那个 hourglass 的那个盘，但是真的是弄不。这不是说用不完，是根本就有的就没有用。然后今天晚上回来，我还想再稍微剪一下我的头发，感觉又开始长了。张姐姐，你剪成这个长到就是压了我的头发。你们怎么剪？就是这样卷一卷，你知道吗？是这样剪的，最好呢是这样这样。卷那个卷儿，趴下去，最好呢。
其实长得就是一种叫什么荷尔蒙痘吧，就是一种来大姨妈之前啊，或者是失望。指甲油，然后没有这个唇膏没有货了，还有这个是红色粉色的那个069 Delight， 这个也非常非常好看，非常好看的一个粉。然后我当时买的是这个指甲油，还有那年还买了一个红色的和金色的，其实我买了三个指甲油。然后我真的是超级喜欢迪奥的这个系列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个系列，我真的是啊，无语了，我好喜欢他们。对，现在我又有了这个紫色的，他们都集齐了。是一个金色的粉，全是金色的，你知道吗？这粉里面都是金的，超级好。后来我不怎么买这种大粉了，就是，哎，真的是，你看抹完了是那种金色的，感觉就一辈子用不完，你知道吗？说买东西不是要用完的，那就我们就不要抬杠了。然后我们来吧，试一下这个紫色，忽略我这个豆腐。但是无比的好看。